月曾大人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本座一点也不在乎。本座只知道你不是无人问津的小草，你是三界之中本座最在乎最重要的人，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留在本座身边，和本座永远在一起。凭仙剑杀光水云天的人，他们把你当作叛徒，你却还把他们当成族人。只要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叛徒就够了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可能背弃水云天的。那你要背弃本座吗？你到底要如何？你说呀，你到底要如何？你我本就两族有别，何来背弃一说？你是高高在上的月尊大人，而我只是一个连身份都弄不明白的小草。我们之间谈什么情，什么义？请月尊大人不要再在我身上下功夫了，我配不上这份尊荣。你说你与本座之间没有情谊，那你为何日日陪伴，为本座做那么多事情？买朵花吧，刚摘的百合花、芍药花、牡丹花，朵朵都好看，戴在娘子头上更好看。不用了，小妹妹。郎君，买一朵吧，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。才百年？百年不够，那万年、十万年、百万年。行，来一朵。
下两句。转过去。好了，本座我只是看凡间男子都给女子戴花，既然要扮凡人，自然是要扮得更像一些。员外，你来陆城真的只是为了散心吗？还是有别的事？能有什么事？你有没有骗我？没骗你啊，只是来散心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。既然你这么担心，我承诺，以后都不骗你。只是你以后也不要再骗我，行吗？嗯。哎，木君。酸，当凡人可真不容易。要不我背你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突然间就不累了，真的。这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商榷哥哥，人家也累了嘛。玉霞，玉霞，快到子时了，仙君为何还在这里徘徊？不去与谢婉清相见，元夜一过，命格便会偏离啊。王本座还担心你的安危，四处找你，你却在这里偷偷见长恒。长恒，
嫦娥仙君不是在水云天吗？您认错人了吧？你还在骗我？你真当本座是三岁孩童，任凭你这些小把戏愚弄？那日在飞仙阁，本座已经发现长恒也在此历劫。你所作所说，桩桩件件，都是在替长恒遮掩。即便如此，你说本座送你的古兰是无价之宝，本座也宁可信了。可你却……是，我是骗你了。那你呢？你来陆城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说是来陪我散心，其实你是来取仙战神的元神，对不对？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杰离告诉你的。他什么都没有说，是我自己根据命格师猜到的。好一个聪慧的司命首徒，既然你这么会猜，那长恒历劫之事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？好，很好，难怪你要私自追来陆城，还口口声声称陪本座散心，原来是早有谋划。我没有，我也是刚知道的。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本座现在就去杀了长恒，替我苍烟海出一大患。不行，你不能杀他，长恒仙君就是萧郎。你说什么？萧家二郎萧润与谢婉清先有指腹为婚，后有重金求娶，今夜又都出现在飞仙阁，定然不会出错。你若一时冲动杀了他，谢婉清的命运也会随之偏移的。原来是因为你。什么因为我？若如你所说，长恒便是失踪的萧郎，那他没有如期出现在飞仙阁，便是因为方才与你拉拉扯扯，耽误时间，改变了命运。若不是本座拦下谢婉清，他现在已经命丧黄泉了。什么？你去拦下了谢婉清？你干嘛多管闲事？这不是他命里该发生的事。本座若不拦他，他就此身亡，岂不是更无转圜余地？完了完了，命定之时已经完全错过了。他们二人本该今夜定情，却始终都没有相遇。若是命运没有按照命格失礼发生，他们二人便会双双历劫失败，元神尽丧，灰飞烟灭。啊，苏静，这位东方郎君以后就是你们的同窗了。哎，我话还没有说完呢。有什么好说的？赶紧上课。哎，看看这气势，说什么厉害呀？对呀，很像话。好，我们继续温习。东方元白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宇轩昂，幸会。因为一些金银就四处传我大名，这帮凡人真是无聊。哦，东方元白果然非同凡响啊。交头接耳，你们两个出去。东方员外，说你呢。你敢教训本座？员外三思。哎，东方兄，今日城区蹴鞠场有一场比赛，哎，要不咱们俩去凑个热闹？此时尚未散去，正门必有人值守。山人自有妙计。你们俩待着别动啊，走，走啊，走。哎呀，东方兄，快点，没人。东方兄，东方兄，快点！东方兄来了。快点啊！
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哎。本座竟然和朝行手拉手钻狗洞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什么人鬼鬼祟祟？快走！嗯，萧二的，又是你呀、啊？夫子，这眼看快要到午饭时间了，请问夫子用饭了吗？萧二的，你这整日蹴鞠跑马，是斗鸡走狗的。冥顽不化，一点心思都不用在功课上，哎，今日还钻此狗洞，斯文扫地。要不是看着你父亲的颜面，我早就禀明祭酒。罢了，姑且按照他说的试试。还有你，哎，夫子，这东方兄方才还劝我不该如此，他只是为了拉我回去，这才……哎，与他无关，是我硬拉着他出来的。